现在是大白菜的盛产期，我来分享一道香甜好吃的素卤白菜。大白菜营养丰富，多吃有三大好处：一、预防心血管疾病。大白菜含矿物质、镁、硒、锌等，可以抗衰老、保护心脏、增加血管弹性，对心血管疾病很有帮助哦。二、预防骨质疏松，大白菜含有钙、磷，是改善牙齿、骨骼和肌肉健康的主要营养素。三、降低胆固醇，提高免疫力。大白菜中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有抗氧化作用，可以帮助白血球更有效的功能发挥，增强身体的自然防御能力。用到的食材有白菜700克50元，木耳90克16元，红萝卜130克5元，豆藏200克35元，香菇19克31元，姜少许，小辣椒半支。食材的部分大约是137元。姜先切3片，再把它切丝。放旁边备用。红萝卜半根，切厚片。放旁边备用。木耳来切块。放旁边备用。泡好的香菇先把水挤出来，香菇水先放旁边，等一下可以用到。香菇的蒂头把它切下来，香菇也是把它切块。放旁边备用。准备白菜，先把叶子跟梗稍微分一下，叶子切大块就好了，放旁边，要把它分开哦，梗稍微斜切。小辣椒一点就好了，依个人的喜好程度再做加减，放旁边备用。豆肠把它大约切成4公分，放旁边备用。开火，起油锅。我要用香油来煎，比较香。油先倒下来，好，差不多了，热了可以放进来咯。关中火才不会焦掉。好咯，煎像这样子，每面都金黄，就可以起锅备用了。我们来换锅子炒白菜，用芝麻油来炒香，姜先下来，香菇可以在旁边边炒。辣椒下来，红萝卜也一起。配料炒过之后，煮起来会比较香哦。木耳可以进来了，白菜梗先进来，白菜梗比较硬，所以我们要先炒一下，稍微加一点水，
让白菜更软一点，不要太多哦。盖上盖子，焖个两分钟。哇，好香哦！香菇的香跟白菜的香都先出来了。等油比较软了，我们来放叶子。叶子很蓬松，看起来这么多，等一下就会消水了。先来焖一下，等一下再来加调味料。先盖上盖子，很中火，大约焖个三分钟左右，让白菜软一点比较好炒。先翻一下，可以把豆肠先放进来，香菇水也把它加进来，开大火，先来调味，白胡椒、玫瑰盐、很漂亮哦，来加一点酱油，不用太多，一点酱香酱色就好了。嗯，好香哦，白菜好香哦。先来试个味道。嗯，好香哦，味道刚好，很好吃，可以起锅咯，起锅咯。